修了一个多小时吧，今天也修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看一下两三个小时到底修了多少，慢慢的修，修成两岁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修一下。看一下昨天修了角落这些，另外还加上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些，昨天修了刚刚那角落，再加上这么一点点，一个多小时，修了这么多。今天就更不加不行了，我因为秀一下玩一下的，来个客人又聊一下天。今天只修了这么一点点。车针了，我们车针一般都是这样穿。出来了，拿过来。按照我的这个方法修下来的话，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大片来的。这样修也不浪费线哦，不用担心线会少，都有的剩的。只有这种黑色的线就有一点点露底，修不能绣得太紧，刚刚挨着不就行。像这样的其他颜色的绣的都是很均匀的。黑色的就有一点露底，洗了之后可能还有一点露白底。